随着配乐拖腔旋转或是变换队伍，各个高中一队精锐进出竞技，展现平日练习的成果。比赛嘛，就可以看到其他学校跟我们学校的差距。因为在练枪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都是在太阳底下，然后我们有时候很累的时候，我们就必须要坚持住，因为为了要完成这次表演，完成表演上面的动作这样子，还有一些技巧。在一队需要和大家一起沟通，然后一起去寻找可以让这个社团更进步的方法，然后也有很多跟同届一起相处的时间，也可以增进人际关系。这是我第一次来参加这个看高中一队的比赛，我觉得经验非常好，整个队伍也都很棒，大家都表演得很尽心尽力这样。为了让弱势团体的小朋友也能展现他们的才华，高雄中学一队特别邀小草关怀协会的成员一起进行公益演出，借由雄中一队的名声去帮助那些社福机构、社福团体，就让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也可以受到帮助。这一次的合作真的就是一个社会共荣最好的表现，而这个表现呢，让大家可以看到说心智障碍者给他机会，给他平台，其实他也能够透过训练激发一些潜能，然后能够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。在整个烈阳高照的状况下都非常的努力，而且他们大家都非常整齐，可以看到他们很辛苦的心血。一队竞赛活动也请来美和科技大学 ROTC 的雄鹰一队及海军官校鼓号乐队表演，现场还展出各军种的装备武器，为赛事增添不少亮点。新唐人亚太电视李君荣、叶大为台湾高雄采访报道。